奇异果同苹果都有个果字喎、哦。奇异果，苹果，苹果。Apple，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它会混乱，我们就一种语言。那刚才呢，其实在我们家里呢有一个挺困难的是什么呢，我们太多种语言了。一岁多的彤彤已经进入了蹒跚学步和咿呀学语的阶段，而家里多元化的语言环境对彤彤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哎，哎，B